好，也是不可以轻忽的，要告诉您，兔年到，很多小朋友应景养可爱的小兔子，但是忽略了小动物身上可能带有的霉菌。现在呢，皮肤科诊所呢，过年后就一连接到了好多个这个轻动物性皮肤炎的病例。这个患者呢，常常在脸啦或是手啦出现比10块钱硬币还要大的骚红疹，上面呢还会有一些水脓泡哦。一问之下，原来都是因为养兔子惹的祸。